2020年1月9日迎来第一期家长圆桌结业礼，三场的圆桌我们都幸福了，每一场我们都收获满满，充满着感动。那在这里我们一起毕业了，听听美香老师说什么。如果是你的孩子来参加，他成为一个学习者，这个是更加重要的。所以我希望你的孩子来参加这个学习者，你要信任老师，不用担心你的孩子几岁，我就有办法让他听得懂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会变成一个学习者。当他一变成学习者，他就会走上一个非常不痛苦，而且找到自己的学习道路。那这样你换任何老师对他来讲，都已经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了。当然，我也希望你能够鼓励你的补习班来参加育伯乐所办的学习者教练。就像我们彩虹，妹妹彩虹姐姐啊，我到底要叫她妹妹还叫她姐姐？好，她的那种精神带领的她整个的，在这个21世纪的未来学习道路上，踏着非常坚定的脚步往前走。所以我只是要讲，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感染你的孩子，感染你的补习老师，感染你的这些院长，来参加育伯乐所办的这个万人学习者的这个活动，因为我们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对吗？如果今天不是为了孩子，我们会聚在这里吗？可能很难哦，可能我们在想的是赚钱哦，五大赚钱法你就来了，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要赚的是孩子的人生，帮孩子把人生赚得满满好好的，美好的，幸福的。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感染力发散出来，谢谢。谢谢老师给我的肯定。第二届家长圆桌，我们一起参与吧。